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在今天的读经一，我们要听有关一位先知。这个先知呢，他的个性如烈火的先知。这个先知叫做厄利亚。有一个教友就问厄利亚，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在加尔摩尔山，当他们来证明哪一个神是真神或是假神，跟巴尔神做一个祭献的时候，来证明巴尔神，他们祈祷一整天，在祈祷以后呢，他们伤害自己，但是火没有从天上加下来。厄利亚他祈祷的时候，火就下来，把他的祭物就焚烧了。这个之后，厄利亚就把所有的巴尔神通通都杀掉了。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个性。但是他这样做，为了表达出他对先知、对天主唯一的神、真神所做的。有人就说他是杀人的先知，但是他杀人的是因为他对天主 的信仰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，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请以你荣耀的真光照射我们的心灵，更因你唯一圣子的来临，驱除长夜的黑暗，以显示出我们都是你的光明之子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德训篇。当时兴起了一位个性如烈火的先知厄利亚，他的言辞炽热炽然如火炬，他使人民遭受饥荒，他嫉恶如仇，使人民的数目大减，因为他们不肯遵守上主的诫命。他因上主的一句话关闭了天，同样他也三次使火降下。厄利亚呀，因你的奇迹你是多么荣耀，谁能自夸与你匹敌？你乘坐火马车被火旋风卷去，你受命随时准备在上主发怒以前平息上主的愤怒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使雅各的各支派恢复旧观，看见你的人和在上主的爱中安眠的人，
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也将获得真生命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以色列的牧者，请留心细听；坐于格鲁宾之上者，求你大显光荣，请彰显你的威能，来拯救我们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万有的天主，求你回头，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，求你保护您亲手种植的园圃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愿你的手扶持您特选的人，您亲自抚养的人子民，从此我们不再背离你，让我们生存呼求您的圣名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复兴，显露你的圣容，使我们获得救恩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，修直他的途径，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。赞美天主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门徒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，问耶稣说：“经师为什么说厄利亚应该先来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厄利亚的确要来，并且要复兴一切。”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厄利亚已经来了，人们却不认识他，反而任意慢待了他，照样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。门徒们这才明白，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的其子若翰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听过 N 次了。有一个外国学生来台湾读书，在读书他的时候，他在路上走路，感觉好像有一些的危险，看到好像有人追着他，所以他就大喊叫说：“帮助，帮助！”那因为在国外就是用 hel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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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的就是帮助，他就喊叫帮助。其实，在我们的中文，应该这个帮助跟救命是不一样的。救命就是你遇到一个危险的时候，你就是要求人来救你。那帮助是不一样，帮助你要办事，你的能力不足的时候，你需要别人的手，或是你太忙了，你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完成，你无法去完成的时候，你也需要别人来帮助。在今天的福音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，
门徒们也应该是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们不是事情太多了帮不完做不完，但是他们能力不足。能力不足在哪里呢？弱汉已经在他们中间的门徒们其中有一些曾经跟随过了弱汉，跟弱汉在一起，但是他们还不明白， 还看不清楚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伟大的先知，一个伟大的先知。他们知道过去的厄利亚就是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先知。那经士们一直说这个先知厄利亚一定要会出现，一定会出现。那门徒们虽然他们也看过了若翰，跟若翰在一起，他们也听到了若翰的教导，他们可能因为耶稣也受过若翰的洗，门徒们可能也是一样受过了若翰的洗，但是他们看不见看不到若翰是一个伟大的先知。他们需要什么？需要帮助，他们需要帮助。所以他们在山上，耶稣先圣容，先圣容结束了，他们从山上走下来，在路上他们就问耶稣，因为在山上他们看到了梅瑟，也看到了厄利亚。他们一看到了厄利亚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起这些的经士们所提到的厄利亚一定要来，所以他们就问为什么这些经士们说厄利亚一定要来呢？耶稣就说他一定，厄利亚一定一定要来，而且耶稣就说了他已经在你们中间了，他已经来了，你们看不到。耶稣慢慢地跟他们讲，耶稣谈完了以后，他们的眼睛才开了，他们才认识才了解若翰就是经士们所指的厄利亚，厄利亚已经来到了。那经士们说厄利亚来的，摩西亚就要来了，所以现在呢，他们看到厄利亚已经在他们中间了，就是若翰身上厄利亚出现了，摩西亚应该很快就出现了。那他们可能也不知道现在跟他们谈话的就是摩西亚。在马尔古福音，耶稣好几次帮助门徒们慢慢地去看到，去体会，去了解耶稣就是摩西亚。门徒们一直失败误解耶稣，但是耶稣很有耐心地带领着他们。这个是门徒们他们需要帮助，需要耶稣帮助他们能够看见。如果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，他们会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呢，我们更是需要天主的恩宠，使我们能够看见，使我们能够听见。可能在我们中间有先知性的劝语，可能也出现我们所听到，但是可能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意义。我们需要天主的能力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能够看见，能够听到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求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宣于我们的
父母、家人、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西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，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，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，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